今天来教你一个超好吃的做法。首先给它改刀，切成镰刀厚片，不然你手机划着划着就很难找到我的视频了。准备青红椒末、姜末、葱末、蒜末、剁辣椒。准备来教你调一个剁椒酱，六成油温呛香。蒸鱼豉油、白糖提鲜、豆豉，可以不用加盐，这些已经够咸了。金鲳鱼整齐摆盘中，铺上调好的剁椒酱。录制视频不容易，点个红心支持一下吧，谢谢。水烧开后蒸6分钟，搭配蒸鱼三丝，六成油温呛香就 OK 啦。红印当头，先来吃一块芋头吧。